111年7月19日7时54分许啊，哦，三明区九如一路与大顺山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名身着白色长袖上衣、头戴黄色安全帽的机车骑士啊，在绿灯起步时，从车阵中钻出，与邱姓司机啊驾驶计程车右前车头啊发生碰撞后，再向右倾斜啊。与另一名林姓机车骑士发生碰撞，啊，未留于现场啊，随即沿大顺山路南向北方向啊来逃逸。经警方啊到场处理车祸，林姓机车骑士啊驾驶双膝擦伤，那双方的酒测值皆为零。哦，根据路口监视器啊以及啊民众提供的行车记录器啊，以车追人，哦，那已锁定啊。特定的对象哈，来积极追缉中，将尽速带案侦办。哦，初步研判赵哲为头戴黄色安全帽的机车骑士肇事逃逸。哦，详细啊，噪音啊，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。哦，警方呼吁啊，行车务必保持安全间隔哦，勿钻车缝啊，避免啊造成危害。提醒民众发生车祸时，应停留现场。速拨打110，啊，通知警察人员啊，到场处理，啊，维护自身的权益。